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修行要记得一个关键，就是离相。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慢慢谈。啊，慢慢学习放下。有什么委屈，认命。嫁个不好的老公，认命。经济不好，努力一点。如果实在是穷，也接受。有金钱不要狂妄，长得帅不用疯狂，长得漂亮也不必骄傲，别人有优点也不需要嫉妒，因为万法皆空，都是假象。所以佛法的可贵，是我告诉你可贵啊！众生是年纪大的时候没有任何依靠，哼，我们学佛的人刚好相反，年轻的时候苦一点，现在老了拥有智慧啊，通通什么人都不要依靠，依靠我这颗般若的心，就是你碰到大逆境你都可以解决。依靠你老公，老公靠不住的，依靠你金钱，金钱靠不住的，依靠你老婆，老婆靠不住，依靠你儿子，儿子靠不住的呀，你靠谁呀？很简单，靠我们这颗大般若清净之心。哎，那有的人讲说，师父啊，那我万一说被车子撞掉，那变成植物人，那不靠儿女怎么办？我说那就认命吧。那你要被撞到个植物人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我每次讲经说，你为什么都要讲那个不可能的例子呢？也有可能呢，对不对？你讲那个某一个例子来干扰我的讲经说法，很奇怪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也有可能发生。不，着陆小心一点，记得什么是佛法？车子来的记得躲。累了就睡觉，饿了就吃饭。记得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哎，眼睛看，没有任何是非，那是唯心所造。啊，心有是非，万物就有是非；心没有是非，万法通通平等。